哦，肌肉分开，听起来很可怕。这是什么意思？频道，然后今天呢，我要来这里赵又的健身房。健身房，对对对。然后呢，刚刚 Master 上介绍28分的运动。哦，好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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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めっちゃ疲れましたね。好累。因为我今天要问三位健身的 professional 的男生，因为我来台湾之后比较困扰的事情是，台湾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羡慕那个白台湾，而且健身比较难。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美味しい。うん、タピオカ美味しい。そう、ダイエット変な。所以我想要问大家，就是我要改善身材的时候，嗯，有没有推荐？比方说在台湾生活的我，嗯，要怎么做？吃什么样的东西？选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好用？首先我会建议你吃尽量是以原型的食物为主，就是不要经过太多的加工食品，这个就会差很多。所以在外面买东西比较少一点的话，比较对对对，就是比较不要吃一些加工太多的，比如说香料，或者是制造过程太多太复杂。台湾有很多吗？哦，很多，像香肠很好吃，嗯，但是就是对身体会比较不太好一点。然后有很多有，对啊，然后台湾又是饮料很有名的啊，对，手摇饮，drink stand 的一般，对，所以我们先避掉这些食物，自然体态就会慢慢好一点啊。所以最好的是自己做，对，然后在外面买的比较少一点，是是是。对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呢，我们还是可以吃，但是量要控制，好不好？我们就吃一点点，吃一点点，吃一点点，至少你如果喜欢喝珍珠奶茶，如果像他这样想喜欢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ミルクティー、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那我们可以喝，那我们就微糖微冰，但是不要常喝，对吗？你不要常喝，你就喝。但是呢，你吃，因为每个人身体可以接受的糖分一点点而已，你每天就那么一点点，你不要超过，你超过就是负担，就容易囤积脂肪。那对，如果超过的话呢，那没关系，多动一点，要多运动一点，运动重训。其实我们觉得20分、30分钟要那个马拉松这种的那个 jogging， 或者是那个有酸酸的有酸酸的 aerobic training， yeah。偏辛苦吧，对对对对。那一般的普普通通的女生，来做减肥的话，大概需要的运动量是大概多少？ダイエット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る女子、普通の女子がなんか運動必要な運動ってどのぐらいなんでしょうか？每天吗？一定要每天吗 ？Every day 吗 ？Yeah, 10 minutes. One day? One day, 10 minutes. One day, 10 minutes. Yeah. 10分。10分。なんでですか？だってさっききつかったよ。因为刚刚28分钟很辛苦吧，所以10分钟就。哦，10分钟会比较轻松一点。他想要不想要让就是一般女生就是一开始就哦好累好累有热情，那么然后突然这么累之后，突然热情就没了，然后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因为运动最重要的还是坚持持续，你要怎么延续下去？所以呢？他这样的十分钟，我认为是，他说你可以先从一天10分钟开始，慢慢养成一个运动习惯之后，慢慢增加你的训练强度、训练时间，然后久而久之，这样时间累积下来，你的身材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就像对，就像我要再说一次，
你这十分钟你也不要做同样的事情，就像我刚刚有跟沙奥里讲的，就是就像你在慢跑好了，你慢跑二十分钟，你都用等速的慢跑，或者是你做二十分钟不断变化动作的有氧动作，那效果是有差的，效率是有差的。对对对对，你就变化动作啊，变化动作，你就可以二十个动作为什么？你就滚了。不一定要二十个，你可以五个动作重复四次哦。对，你可以简单一点的，但是20个一直变化动作，哦、对，会对燃烧热量。嗯，我们不能讲燃脂，我们讲消耗热量，效果会比较好。哦，这样子。对，如果你真的要跑步的话，那我会建议你。我不喜欢跑步的。那你就不要跑，那你也不用那么要跑步。马拉松很累。很累，不要马拉松，跑步太累了。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高强度间歇性的有氧运动，就像你刚刚有看帕兹亚带的那些动作，20分钟，不用做到那么长时间，要10分钟开始就不，可以先从对10分钟开始，慢慢的增加到28分钟，对，目标是最低。目标。但是我必须得说，如果你想要就是臀部变大一点，臀部线条变大一点，那还是会建议你加入一点负重训练，就是所谓的重训动作，来增加你的肌肉量，对，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我很在意下半身，想要瘦腿。对，一般女生都想要瘦腿，都想要穿牛仔裤。真的，足太短了。足不舒服时代呢，我要运动，然后我参考一下肠胃给我的，对对对，然后改善台湾生活习惯，对，少吃一点，对，然后不要乱吃，饮食跟运动再搭配生活作息，这样子三个方向一起执行比较好。你只呢？所以生活习惯，然后取东西变少，然后运动。运动，吃东西变少的东西是指比较加工的东西，加工的东西，不好的食物少吃，应该自己做比较好。对，千万不要饿肚子。啊 ，OK， 饿肚子不行吗？不行，不能饿肚子哦。あのお腹空きすぎるのダメ。あ、もちろんもちろん。なんでですか？あ、その筋肉が分解されるから。あ、肌肉分解。あ、这样子。哦，肌肉分开，听起来很可怕。这是什么意思？肌肉分解。肌肉分解。掉肌肉，掉肌肉，对对对对对，分解分解。会掉肌肉。肌肉分解。快。下期见面。大家的时候，应该我的身材变得会更好。对。OK， 好。我习惯了呢。很可爱啊。呢是日本腔。对啊。对。好。是。OK， 那我看一下我自己改善。我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我自己的吃东西、运动习惯。那明天から何やる？28分的运动的10分钟。饮料改成微糖。饮料改成对微糖啊，微糖哎，对。少喝几杯，一个礼拜少喝几杯。啊，对，不要先不要喝珍珠奶茶，它不要改变。是。拜拜，它不要改变。啊，你可以频率先降低。不要先一口气不喝，这样你会受不了。对。谢谢你们，感谢大家的观看。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按赞，然后别忘了订阅我们。